第七届爱台东梦想资助计划得奖者之一的马嘉文，希望透过 Zumba 的舞蹈提高族人的凝聚力，而且增加自信心。刘兆好近日特别前往荒野部落，和部落族人一起舞动身体，体验 Zumba 舞蹈运动。立委刘兆豪在梦想资助计划得奖者马嘉文的带领下，与荒野部落的族人随着音乐旋律扭腰摆臀，大跳润巴舞。马嘉文是我们刘兆豪所举办的爱台东梦想资助计划第七届的得主啊，他的想一个梦想是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家乡荒野部落，能够教部落的好朋友们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叔叔阿姨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有喜。你有喜欢的都可以来参加他的润巴教舞，利用晚上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来运动，来学习一个非常充满活力的这样的一个舞步，然后除了运动之外也要凝聚我们部落之间的情感。他这个计划受到我们这届冰冰老师的喜爱，所以特别是这样一个计划，那我们期待通过这样的计划，让马克的梦想可以在荒野部落能够实现。那我今天也来参与这整个舞蹈的练习哈，所以我现在讲话有点喘，因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然后又可以带动气氛的一个运动舞蹈，希望透过马克的这样的推广，能够让大家更喜欢。那我的计划是主要是在我的荒野部落教准把这个运动健身的舞蹈，然后就希望就是能让喜欢跳舞喜欢运动的部落族人都可以一起跟我们一起享受运动带的欢乐，跳舞带的欢乐这样子。刘兆豪强调，感谢年轻人一直以来愿意在台东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期盼这些梦想透过自己的帮助都能够顺利的开花结果。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道。